第一轮考核共有60人参与，通过者24人。开启第二轮武试，为3人对决，严禁伤人性命，严禁彼此作假，一旦发现违规，逐出比赛。比赛的输赢不重要，能否在战斗中得到成长，才是强者和弱者之间的差别。嗯，我知道了。小子，等你遇到我的时候，看你还能不能这么淡定。秦奋，待会儿遇到那个小子的时候，给我废了他。是。第一组，林天、秦奋、陈翔。哈哈哈哈！遇上我，算你倒霉。有本事，你就别认输。认输？你开什么玩笑？烈日炎拳，给我躺下！炎火血脉。区区一品炎火血脉，竟然也敢挑战我，简直不自量力。